我是悠悠小主播朱莉玛尔，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，今年的3月17号是圣派崔克节 （Saint Patrick's Day）。圣派崔克节同时也被称作爱尔兰国庆日，在这一天，不止爱尔兰各城市会有热闹的游行，而且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裔也都聚在一起，举办盛大的庆典。大家欢天喜地地换上绿色衣服，装扮成绿色小精灵。有机会参与的观众可千万别错过哦！想要庆祝圣佩切克节，首先要知道谁是 Saint Patrick。Saint Patrick 是一名传教士和主教，他奉献一生，盖了无数的学校与修道院。并且用智慧将基督教信仰在爱尔兰传递开来。西元461年3月17号，圣派崔克主教逝世，因此大家选择这一天作为纪念他的日子。至于为什么要穿着绿色，第一是因为爱尔兰有翡翠岛的美称，第二则是与爱尔兰国旗上的色彩有着重要关系，鼓励大家在这一天穿上自己最鲜艳的绿色衣服，体验一下爱尔兰的传统庆祝活动吧。悠悠小主播 Julie Meyer 洛杉矶报道。